所以我们这边啊，卖十斤、卖一百斤拢无问题。伊甲归税哦，人甲归税，讲哦，你七百几个人，结果你甲一两千几人，我歹势做袂成。你吼，毕竟咱的做为人吼，较少吼，啊，当然要统一起来，你要做到一个一定的水准吼，加上国际一路。哦，我头先讲包装个意思是讲到的，就是讲，即摆对我代表吼，好的第一代，爱，卫生安全的第一代哦，爱非常重要。哦，所以呢，各位应该有听到，咱台湾的物件哦，特别是你，一点我代表，就喜欢有钱人，你能台湾的物件，代表我代表第一啊，比较安全，讲究比较安全。好，所以既然讲吼，好贵的，这个这些技术，哦，大概技术。哦，更加进步，啊，到这里咱讲的水平了，哦，咱是到是白哦，哦，天然白嘛，哦，拿出一个，哦，这第一个那个安全，诶，这个衣服出来，啊，当然哦，我知影讲咱只穿的衣服，咱只身子可能出名气的，哦，这个你，跟这个抗战来嘛。即91分吼，那个99.2跟99.2，总是诶有这个第一名吼，第一，或者名次分别出来。啊，哥，我感觉讲足感谢咱老百姓诶，吼，透过着这个技术，大家交流，和大家水准，吼，一直来提升。我感觉讲，这是咱这个技术，吼，相对来讲。啊，建议啊，是吼，即啊，即角度哩，吼，即个啊，咱有几个人，吼，阿爸伊阿公吼，大家都用个目标，吼，啊，即结果高度，有咱小伟姐，为了咱家己，吼，建筑，吼，做较大，好，吼，即都有人力，吼，力出，即个想法好，好，啊，再说一下，吼，感谢各位来参加，吼，啊，今日讲是可以讲办事。好，感谢咱副专委员的这个鼓励吼，我做到我自己，但做唔了是多少？咱拖下拍下，甲各地区的这新官员，上届成功，谢谢辛苦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好啦，下面咱的基隆会哦，大楼顶吼，咱林溪水理事长为咱面对来请。咱大龙山地区啊，这次主办啊，竞赛，咱是邱廷爱勇，啊，咱国林司令啊，单雄邓司洪州邓司，啊，以咱的长官吼，永远姓傅啦吼，因为做过地方副局长啦吼，啊，所以姓傅姓的专门委啊，副专门委啊，咱的林立司令吼，姚立司令，罗立司令啊，庄盖司雄邓司吼，啊，各位咱啊农业界的先进，各位神酒。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阿伟，比赛赛之前我来时阵，阿甲咱的副总，阿咱的总委员，我甲抱怨，我做得上辛苦，规章做得再厉，啊，一天上几点钟，上几点钟，上几点钟，哦，整整24个小时才做完步，这回困难多的是上进所在。哦，我拄啊，你甲咱的总委员，伊也咱体谅，哦，总驻场的做农业上辛苦。你看都一样，人都有咱体谅啊，伊的勇气嘛，吼、哦。啊，当然过去文山高中的，你再讲你整体文山区来讲的是名吼，伊在实在是你讲了真非常的好。伊拄啊，你讲提供中心的代志吼，哎、哦，提供中心嘛是七个单位投资的，啊，我每一摆机会是拢点做啦，因为咱做会起来，种种的原因吼，主任伫遮啦，伊压力嘛足大啦吼。啊，当然今仔日一切所在来讲是，咱大概是应记啦。建议就是传承哦，当然都最近啦，因为做点辛苦，做者是年轻人哦，把咱培养，包括闽南吼，不是条件，不然都少年的差别哦，就讲拢做少年的差别哦，做者来传承，做者咱的技术，咱伊来比赛技术，咱无看想看一波哦，这技术啊，啊都都无遐嘞吼，所以一定要传承啊，今仔日有这机会，如果咱阿弟做个是说讲上。咱大家跟咱联谊来交流吼，啊，技术上的一个交流啦吼，哎、啊，咱就有这机会，大家目前啊，这你啊，你做联谊，做联谊，这拢是地方啦，啊，无其他地方，我一定是使的吼，啊，所以就这机会，我讲，哎、欸，
啊，其实讲，因为足少啦吼，咱嘛希望讲啊，全世界都来叫吼，啊，会当啊，这些啊，这些这些人才。好，感谢咱林理事长的面子吼，啊，其实咱讲真个，经费吼是不能够，经费不是用钱钱嘛开，啊，是行来到钱钱嘛变变做，敢那真难散啦，哦。刚刚讲比较，因为刚刚讲无强强，好贵，较无够，差一点，哦，啊，不能计时啊，有计有便宜，哦，啊，好贵，好贵，好贵，啊，咱下面你那边怎么变？哎，啊，咱郭律师，姚律师，林律师，查个结果，啊，那阿哩，啊，阿叫，哎，你来。啊！我唔是，我只请讲比较平常。你上台了，这样，我们落地啊。会啦，人袂讲你遐话来，有啥问题啊？啊，人不叫我们讲，我都肯定问的，就拜谢。好啦，咱这个基隆会吼，咱这锻炼基础感吼，比较坚定。